实我也不知道，没恋爱的感觉多么的无聊。当初买送礼，我自己就是两包，连衣裳还逃票，有的就卖掉。告诉我你是谁，要多久我才能够下赚钱奖包，天衣上人逃票，外国先不要。告诉我你是谁，要多久我才能够听见心里的声音，也听见身体的叹息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活过来的空气，怎会在那个夏天带你去海边？歌叫做那一年我们国中一起唱的歌，是不是国中的时候一起唱的歌啊？有吗？是吗？不是吗？